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om， 欢迎来到我频道。昨天钓得很疯狂，今天继续来。天气好了，所以我也很疯狂。今天是骑摩托艇和我这些摩友，还是去对面。但是今天钓的时间比较短，没有那么长时间，所以抓紧时间出发。好，我们都在准备了已经。今天还有第三位。好，一会儿海上见。好了，我的小伙伴们都到了，集结完毕。哎呀，今天热死了。现在是12:35，看看我们几点能过去啊？今天应该快一些。准备出发了啊！他们两个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今天海上风平浪静，当然现在浪是刚才那个 ferry 的，现在1:16，非常快我们就到了。好，现在开钓。上鱼了，上鱼了。不是鱼吗？难道？什么东西？不是鱼了又。绝对刚才是鱼。好了，巨大的一条，刚才那简直是太痛苦了，来这儿太着急，网子没织好，然后刚才是钓了一条小林口，大林口咬着小林口，但是大林口没有被勾到任何地方，所以到水面抄网组装好了，大林口还在，但是抄网刚才又勾的底，抄网刚才又勾到这个 rod holder 上面，哎呀，一个人，哦，太可惜了。好，继续吧。
气死我了，刚才到嘴边的肉没了。小林口，哎呀，太小了。放了，看到你们这，简直是现在没兴趣看到你们。刚咬。是不是个合格的拎？肯定是拎靠了。可是现在已经没力量。放了，我估计也不够大小。哦、BC Ferry 又来了，摆渡船。上鱼，还看摆渡船呢，看上鱼吧。看 BC Ferry 加上鱼。沦落到已经沦落到要说这句话了，先来条石斑吧，别让我空手而归。让他踢他都不踢。好，石斑一条。行吧，石斑现在也要了。是已经沦落到石斑也要了，还沉浸在刚才那个损失大拎号的那个痛苦之中了吗？放血，上之前说什么放血保证肉质新鲜，也对吧？放血呢，就是让这肉没有那么腥，应该这么说。
Undersize， 小领口估计是。上了一条老鼠斑啊，再绑皮眼，上面再跳，上面再跳，好。热死。我这应该是雨池道，又不动。小林口，太小了。哎，走了啊！看到没有？哇，直接下去。哇，大老鼠，上了一条大老鼠，哇，漂亮！大老鼠怎么样？也许刚才没录上，现在上了一条大老鼠。Bunk， 好啊 ，God， 见血出来了都。哎，这条老鼠不小啊。比昨天的老鼠都大，哇哇，大老鼠！我忘了这个老鼠斑是黄色的，是公的，好像这是母的，应该是。好，奖励自己喝点水吧，热死了。
最好是老鼠了，大家都有石斑了现在。又上了一条。又来一只小老鼠，放血，热死了。三条老鼠，哇，上了，上了，哇，大的已经。上次大的已经把我摩托艇转过来了。什么？没听见？你又上了一条大鱼。出现，大的已经把我摩托艇给掉头了。啊，好厉害！我去看看去啊。哇！慢慢来，不着急。看到 leader 了。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刚刚已经看到了，超大。好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哇！上！啊！哇！啊！超级大！哇！那个是的！上了，100%够合格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哦，好，这个特写可以，拍到了，拍到了！哇，那个鞋子什么？你用什么饵钓的？我看一下。啊，就这个大铁板了。对。啊，没有。哎，我要再钓一下，我要再钓一下，钓一下拎扣了。哦。终于报了上午的仇了。他把我摩托艇头都给掉了，你想想。还跟我这想跑 ？No way, Jose！ 看看，就勾了这么一点点。
我今天这个是不带秤的。好，超级大令，量一下啊，84厘米，84厘米，84厘米。大鱼放血，我靠，见血了。大鱼刀太小了，看这滋血，看到没有？看这血是往外滋的。左手已经没劲了。整个是一个凶案现场。大家可能看了，哎，今天怎么他们没带那大冰袋啊？这怎么放进去啊？84，这一共才70厘米，冰袋在这儿，因为不知道能不能钓到林哥，所以现在就要把它拿出来了。大鱼总算把上午的那个一血前耻话都不会说了，总算把上午的仇给报了。虽然没有上午那条大，至少是条合格的令吧。上次跟师傅，昨天跟钓友，我自己都没钓上合格的令。哎呦，歇会儿了，现在已经4:50了，主要太阳太大了。哎呀，吃点东西，喝点水。我那两个钓友看到我上鱼，他们非常兴奋，所以他们要再钓会儿。我歇了，吃点东西，休息休息，一会儿可能要回去了，晒死了。哦，今天非常成功。如果后边没有什么再录的了，我看人家录 YouTube 都有这个 outro 是吧？就是跟大家说再见，那就借此机会跟大家说再见，谢谢观看。如果您喜欢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看，越来越熟。好，拜拜，下次再见了。胜利的三明治，借着这个雪台断头台吃我的午餐，下午5点钟的午餐。啊，好累啊，确实说是好热，晒死了。